你们好，我叫尼克西。你们好，我叫哈里斯。大家好，我叫阿弗洛狄蒂。你们好，我叫尼克西。我喜欢学习汉语。我很爱吃中国菜。我很喜欢说汉语。我很想来中国旅行。我叫杨子蕊，今年11岁了，我是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的一员。我叫李龙恩，今年11岁了。叫陈世坤，12岁了，5年级。我叫陈玉龙，11岁了，我上4年级。我希望希腊的小朋友们来到我们中国玩，我很希望去希腊看一看，走一走，因为我想交一些希腊的朋友。我希望希腊的小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家乡玩耍，北京欢迎你。孩子们，跟同学们打声招呼。你们好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感谢希腊小朋友与我们共同演唱奥林匹克颂，欢迎有机会希腊的小朋友们来我们中国做客，来我们河北做客，来我们抚平做客，让我们一起